第一章节，设备部件的安装。设备从木箱取出后，准备安装设备部件。安装前请参照说明书 XC1001 设备的安装部分。把设备前面的六角扳手取下，将后门打开，各配件及清单等物品均在机器内。工具箱、打印机、键盘、鼠标、显示器、光管、平板探测器、设备资料，打开包装放好。取出工具和螺丝，将光管搬到支架上锁紧，搬运中请轻拿轻放。接好地线，插好个插头，把载物平台向外推出，拆下防护块装在底板上，取出螺丝，把平板探测器固定在底板上，注意轻拿轻放。把地线接好，插头插好，在大板底部用螺丝把平板探测器锁紧，把后门关上锁紧，把显示器封板拆下，将固定板与显示器固定，再安装到显示器封板上，将电源线、视频线插好，再把显示器封板固定在机器上，用三角钥匙将设备前挡板拆下，把键盘、鼠标放在托架上，再把线连接好。打开打印机支撑板，用蝶形螺丝锁紧，把打印机连接线，把打印机放在支撑架上，插好插头，将扫码枪组装好放在打印机旁，把扫码枪的连接线从过线孔穿入设备，插到电脑上，双手按住打印机两侧绿色卡扣，将其打开，左手搬开拉扣，打开打印机碳带，取出标签卷轴，把打印纸装在卷轴上，把打印纸从碳带底部穿出，压下碳带，盖好盖子，关闭设备前门锁紧，插好设备总电源线，确认供电电压。第二章节，设备辐射检测。每台设备在出厂前均严格执行了辐射测量，测量值均在 0.3 微西弗以内，保证符合国家环境保护厅要求，
辐射安全许可证和豁免认证，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、国家环保部豁免公示。第三章节，开机。开机前请参照说明书 XC1001 设备的试运行部分。打开电源总开关，打开钥匙开关，启动电脑，打开软件，第四章节，生产演示，请参照说明书操作部分。按启动按钮，载物态推出，放入物料，载物态推入，设备点数，设备点完数推出物料，扫码贴打印标签。放入四盘物料，选取四盘模式，启动点数，设备点完后推出物料，扫码贴打印标签。注意要遵循取一盘扫一盘贴一盘的原则。按界面左下角关门，再料台推入，关闭软件，关闭电脑，关闭钥匙开关，关闭总电源。第五章节，设备的维护和保养，请参照说明书维修和保养部分。谢谢观看。